我要让你这一辈子都欺负不了女人。啊啊啊我一定要杀了你！啊！你别动！啊！你把老子弄死啊！老子忍得住，你赶紧回去！你还是要安静一点啊！你不要这么吵，这样我没法搞他。别动！进来。哎，方子，哎，没感冒吧？啊，哎，朱鹏，没啥事儿吧？要不要买点药啊？没事，我又不是您捏的。哼，看咱们方子，你肯定能当警察、刑警。哎，又欣赏音乐呢？音乐真好听，这音乐是挺好听的。我买了好几天都没买着，上件事儿借我听两天。来来来，跳个舞。没事吧？哎，你怎么像块木头？你留下一万个光芒。放哪？不是，我放哪？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吧？啊，放哪？放哪？放哪？你留下一万个光钱，你留下一万个祝愿。缠缠绵绵，深深浅浅，一直到永远，到永远。是陌生的伙伴，有你为我天天保平安。我记得你原来就爱听这首歌，人来人往有一张熟悉脸，可是我发现你每听到这首歌就像在想什么心事。说不爱你那是个谎言，你还不如换一首歌呢。说爱你有那么的困难，我喜欢这首歌，用心看花秋月，我就愿意想他没有错，荒废他没有罪，他是世上最好最好的男孩。娜娜，好，那你就真的那么爱他？我就真的那么爱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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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们周老师今天没来吗？我下午就没见过他。谢谢。没关系。老实点。放给我走。谁？八脸儿？对。看来皇妃低估他了。干刑警啊，最难的就是拿不下案子。这时间一长，咱这火啊就得往别处发。江队对你们发发火，你们可千万要理解啊！我没有生气，真的没有。没有吗？没有。好。哎，刘局，听说江队的老婆带着孩子走了。我说你们都从哪儿听的这小道消息啊？我们干记者的连这都不知道，还干什么记者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好，来，没登报吗？喝酒。哎，没没。来，今天我的夙愿实现了，在萝卜坡里给父亲立了块碑。燕儿啊，快听姥姥的，来吃饭。来来来，妈，你别管他，你看他那个样子，爱吃不吃。哎，你们俩置气啊，别拿孩子出气啊。来，快来吃饭。别管他，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多气人呀、啊。都是你们平时给他惯坏的。哎呀，吃你的！谁惯我了？我就是不吃。你不吃拉倒。你们在这儿有饭吃了，爸爸吃饭了没有？你们管不管啊？别说了，我不管他，我不管他，还是他不管咱们这个家。我心狠。好，我今天就心狠了。哎，你要干什么？妈，你别拦着我。哎呀，哎呀，我管孩子。你干什么？吃就不吃。妈，你别拦着我，我管孩子呢，你别管我行不行？你看，你看他多气人呢，你看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你跟我说，你今天吃不吃饭？不吃。你说就不吃。你再说一遍。你别。哎呀，你太过分了，别拦着我。江辉，
我带燕燕回我妈家了。不管你怎样反对，我还是找了我爸爸的老朋友，他答应把你调到电厂保卫处，他让我做你的工作。我知道你疼燕燕，我把利害关系对燕燕讲了。我既然说不动你，燕燕的话也总要听听吧。吃饭了吗？那你来吧，妈妈做了一条大鱼。赶紧过来吧，江队这边喝多了。哦，对了，哎，好嘞，好嘞，再见。知道你是周芳，周芳吗？哎，小两口，哎，不错啊。哎，干嘛呢？我真的没事。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我就是想喝一口，喝你小口。哎，怎么着？去哪儿啊？什么？去哪儿啊？干什么？你们？不错，别跑了。哎，小妞，哎，我得了。哎，我警告你们，我们是公安局的。哟，公安局的，我还是公安部的呢。啥呀？公安局。动手啊！干什么你们？打汉啊！因为你找事儿，你看吧。哎呀！哎呦！哎呦！嗨！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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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哎，怎么着？没事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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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可真有意思，你说说你是怎么搞的啊？我说你这个属猫的，都让耗子给抓了脸了，我是不是挺跌份的？反正这么说吧，堂堂的江队让一个女孩给保护了。哎呦，哎，周芳是不是跟人打架？是不是动手了？动了。吃亏没有？哎，吃了点小亏。哎，你别说，
周芳啊，当时还真挺勇敢的。哎，这还真是演了一出美女救英雄啊。行了行了，那几个呢？那几个全抓住了，王文啊正在审呢。哎，把你的脸呢用酒精好好搓一搓啊。哎呀，不动啊，拿着，别乱动。江队，就这几个啊，挺牛的，敢打警察，想蹲几天是不是啊？没有，不是，没有，有眼不识泰山，没有。都站起来，起来。走吧走吧走吧。江大爷，我们有眼无珠，您原谅我们得了。原谅我们吧。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谢谢谢谢。走走，快走，出去出去，走。胆儿不小啊。啊，我说江队啊，这打了你了就把他放走了，你真是的。算了，哎呀哎呀，你真是。请进。昨天我是不是喝多了？你没伤着哪儿吧？没有，我挺好的。抓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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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抓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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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王飞，别动，别动，走，走，臭流氓，是不是？臭流氓！我说江队，这像你嘴里说出的话不像，可金湾子总得有人呢。我知道，我知道，得有人去，啊。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这全城的人都盯着咱们公安呢，这时候你想退，你能退得下来吗？江队。我知道你抓不住人心里头烦啊，可是谁不烦呢？我这个局长就没有压力了，那厅里头问，市里头查。哎，现在全城上上下下都人心慌慌的啊，你要走你让我指谁去？跟杨队那头他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点我不否认，你的怀疑啊是有道理的，可那只能是怀疑呀，啊！哎，这破案抓人靠的是证据，啊！你现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么摸黑的单干，那么你谁也抓不住啊！田局长，这个事儿你往上汇报了？哎，哼，我还没那么傻。哎，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有些事儿吧，不是咱们公安能够管得了的。哎，要不然人家设一个反贪局干什么呀？人家不是也没有整天的睡大觉不是？啊，你说是不是？喂，什么？抓住了，在哪儿？好好，哎呀好，江队马上就到，我马上就去，快去。他就来了。什么？抓住了？怎么就给抓住了？他伤了没有？啊，没有没有，我说黄飞呢，就这样了。大伙啊，刚才来电话说那黄飞给抓住了。三姐，这是真的，这机会就来了。你带两个人去健身房。是。脸上为什么那么多血？这小子抢了那妇女的包，让人给抓住了。胆儿够大的，这大白天的他就敢抢包，
他这不是找挨抓吗？哦，他说他叫黄飞。把脸上血擦干净。擦擦吧。你说，你叫什么名字？黄飞。哼。我只见过找吃的，没见过找死的。哎，这脸，哎，怎么让人打成这样啊？哼，让几个女的打得满地爬，切，瞧这点出息。哼。这血型是 O 型的。嗯，胖子，把电话记录给我。哎，这儿好像半脸人在山洞里。好像这两个人血型要是一样的话，那八脸人他也不会自己举报自己吧。嗯，会不会是他们使用调虎离山计，把我们注意力吸引到这里，他们却到市里作案？胖子，行啊，分析的有道理嘛。这样也好，孟队啊，正好在那边等他们呢。小陈啊，按理说我应该绝对站在工作的角度上来跟你讲讲大道理，可我知道这些啊是长个脑袋的人都会讲。我和你一样啊，我也希望江队能留下，
可是，从工作的角度讲，从咱们的个人关系上讲，我也是这样。你说，江队那个牛脾气，我能说得了他吗？我也希望江队能留下。那你说，你今天来找我，我还想问问你有啥办法能把他留住。您是局长啊。哎，小陈，我倒有个主意，也许能成。你们家的燕燕，她才是真正的后台。嗯？哎，你没试试，你怎么知道不灵啊？她呀，只会帮倒忙。帮倒忙？因为他只希望他的爸爸是个英雄，不顾死活的去玩命。好了，别哭了。今天你先回去吧。啊，先回去，咱们再想办法。喂，哎，你是谁啊？啊，抓我？凭什么呀？我告诉你，我家啥也没。行，滚！哎，不错啊，小子。你喜欢女人的包啊？来吧，累不累啊？啊，去，走。哦，请进。哎，很好。经理你好，经理，他们来了。好，这是我们的田局长。哎，你好。好，哎，田局长你好。欢迎。你好。他是茂。Hello。啊，他是的。他是寇。他们一定要见见这位最高的首长，因为很感谢你们帮他们很快找到了钱包跟护照。好，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分内的工作。OK，it's the chef department of this department, Chef Tian. OK. I'm saying in Chinese. 田局长。您比较细心呢。啊，不必客气。Thank you very much for finding our passport. Everything, we're going to have enough time to go back to United States and win the game.谢谢您帮他找到护照，还有钱包，他们能及时回到美国打篮球了。哦，参加篮球比赛。好。If we win the game, we give you all the money. When we win, we're going to send you back the money. 他如果赢的话，他把钱给你，哦、把奖金给你。不必客气。OK, don't worry, no problem. 这钱我们是不会要。我们中国人呢、啊，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拾金不昧。He won't ask Moasi for money. It's Chinese traditional good things about they don't keep the money for themselves, which is fun. They give it to the owner. 好，那我祝你们比赛获得胜利。好，谢谢您。再见。OK。啊，再见。
希望你们成功啊，成功啊。好，谢谢。OK， 拜。再见。别跳了，别跳了。哎，走走走走走，都跟我走。什么人？滚！哎，滚！哎，快滚！你站住！啊！哎，不认识我了吗？啊，你忘记了吗？哼，你忘记了？去年在歌厅，你骗我弟弟1000多块钱，我到处在找你。你现在不卖肉，改成卖相了，是不是？你们别，我没有。哼，骗那么多男人的钱，想躲？没有，我没有。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过去当鸡的事儿报告出去，马上就可以抓你，至少可以判你5-6年。现在都在扫黄的啊，我们就是扫黄的，干过歌厅的都可以抓，送你去大西北改造。说，认罚还认抓？啊，说，说，罚你4000，不然送你扫黄局，交钱走人。我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么亮的鸡没钱，你他妈不是蒙我吧？你们别这样，你们别这样叫我。我怎么叫你呀？靓女啊？啊？你打点的30万，我也给你加进去了。老总，明天我提出钱来，那合同我就给您送过来啊。好，好。你留下1万个光。
休息。我们现在是高二数学期末综合试题分析，请同学们参照这个公式。电话呢？啊，对，就在这儿。好，好，好。哎，哎，请问？您是谢老师吧？啊，是。您是江队长吧？对。啊，你请坐，请吧。您呼我？啊，是。燕燕怎么了？对不起，这不能抽烟。啊，不好意思啊。您是我学生的家长，可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您。您对孩子的关心太少了。我工作太忙了。您不用解释，如果孩子的家长都像你这样，孩子的成绩不会太好，明白吗？即使很好也会掉下来的。燕燕的成绩不是很不错吗？现在她的成绩已经开始出现下降了，昨天考试她的成绩才排在班里第五名。第五名？啊，一个孩子的成长光靠一个母亲的努力是不够的，父亲很关键。啊，是这样的，我准备在班里每个星期搞一次男性家长交流会，那些很少关心孩子的父亲必须每个星期的周末到学校参加一次交流活动。每星期？对，每个星期。你不会说你没有时间吧？我可能因为你是警察是吗？那么警察就有什么特别的，就应该不关心孩子吗？我们当父母的为了事业的本身，还不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吗？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有些当父亲的家长呢，就是执迷不悟，动不动就打着工作繁忙的幌子推三推四的，说起来谁的工作不重要呢？你说对吗？啊，啊，这事儿我一定会想办法的。谢老师，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有点急事儿，对不起。他走得挺慢的，好像受了伤，就从我们小区北边拐过去了。我觉得他脸挺熟的，我一下子想起来那个通缉照片，我怕搞错了吧，回家找照片。哎，没错，就是这个八角人。等我再回来啊，人就找不着了。哎，小林，哎。我也不知道，就那讲这样。大爷，你去把老人安顿一下。好，来，走。上天害理的，阿姨，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慢点，具体跟我说一下。我也不清楚啊。张元，你去扶一下大爷。好嘞。啊，队长好。是啊，哎，怎么回事儿这？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哎，怎么了，哥们儿？听说这黄飞的绰号
叫二武松，哦，要在城里杀16个呢。哎呦，有这了不得的呀！哎呦喂，真有这么真的假的？够厉害的！啊，大家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对不起，来让一下，让一下啊！来来来，后站，后站，后站，让一下！哎，来来来来来，往后站，往后站啊！来来来，让一下，没想到，让一下，让一下，大事儿！大爷，哎，您别来，真是的，十多呀！阿姨，你要保重身体。就是啊，你说现在，别没了，别没了，走吧，走吧，哎，走吧，走吧，招人注意。哥们儿，有火吗？呀！哎，你给我下了你！去，下来！去你的吧！哎呀，哎呀，哎呀，哎，怎么了？哎哎哎！